你这不是拉呀，好徐烈吗？你没看见他拿着枪了吗？再者说了，咱不能把那危险的活都给我一个人来吧？那魔皇山就我去，这回怎么着也该你了呀！ 下周一了，这次的刑期不会咋改，但是受刑的不是阿登本人，也消不得他们肯拿点赵立一个和他长得一样的死刑犯。你冒问太急，陈叔，没看成。